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哈。大家看到这头前放出来哈，有破迄部分哈，咱会当看到下骹哈，有哆嗦咪嗦咪嗦咪嗦安尼咧行哈，一个伴奏的方式。这一般咱会叫做阿勒贝乔啊，胡吉达哈，弹起来，一般是叫做阿勒贝吉安多啦，哈啊，反正就是人讲的分散和弦爬音，哈，阿勒贝吉安。OK， 你弹这个低音伴奏的时阵，管音有伊的旋律咧行，哈啊，这是练习嘛，简单是甲应该哆来咪，啊，下来去念念，哈啊，对四抓五。找一个完整的轨道的音阶哈 ，OK， 其中呢有一撮重要的代志哈，爱大家爱注意哦。譬如讲，咱咧弹，过来 re， 啊，是不是你再也再去发对吧？即阵你啊，望着山安尼咧叮当。哈、啊，你个规只手会发出足大个、足大个个杂音哈，上、啊、好是甲压起来。啊，而且哈，伊会当哆甲瑞，伊先出先弹出来嘛，啊，够一个空弦啊，空弦嗦哈，啊，所以发是第三个音啊，大家免急，你只要哆。瑞弹了，嗦弹了，发个利落就好啊，哈，所以免伤急哈。好，过来对，弹到咪的时阵，管音咪的时阵，因为这管音的都袂咧弹嘛，所以才会当手放开，哈，好，唔免一直离调，无意义哈。等着又要大发，啊！这阵发咧，当用你个尾仔哈，上细机个啊，小指去离线哈 ，OK， 啊，然后你照三指哈，啊，甲你个手腕，甲手扶起来、压起来，走去发。来嗦，拍摄啊！OK， 按个一个基本的完整的哆到哆甲嗦哈。变较紧，变哆，啊，过来个发对无哈？低音改变发，就是要安怎？手拢放开，甲咱留三指。好 ，OK。当然啦，你若要较轻松，你当用。三指跟四指过来就好了，安得啊哈。这边有较紧啊。一再爱记个，放个轻松个，都过来发嘛哈。啊，嘛会使，也是甲你压开。OK。好，啊，过来对二十一。小站哈，
二十一章也是 Do Re Mi Fa， 过来说，你会发现讲过来是拉，拉是对五格，安尼伤辛苦啊。所以你在弹嗦的时阵，哈，比如你头前弹发。你大嗦的时阵，可以走二再过来，过来，啊，这是较困难的一个地方。啊，你啊，这个 F 和弦哈，弹袂啥会出，哈，啊，这要安怎哈？有足简单、较简单的方式啦，哈，就是你弹这。啊，过来 C 的时阵，哦，阿嗦，哆，好，啊，所以你一段对二十五站的时阵哈，对啊，哆拉哆个拉成你咯，你一定这个音你也袂赴你，所以弹了这弹了，怪拢你了，也是啊，过来，拍摄。练习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下，这对钢琴来讲是最简单的啦。钢琴啊，是真要弹这种形式的，效果是真方便。啊，吉他会较困难一寡，大家爱练哈。OK， 有啥问题再联络一下。